呢间就707尺嘅三房套，原装就三房嘅，发展商凑拆咗呢幅墙，变成两间房，咁摆晒家私嘅，所以唔俾影音乐有设计权啦。呢间嘢都几靓嘅，讲紧就18楼望嘅景观就同发展商 video 影嗰啲系一样咁靓丽，当然系越高越好啦。而家市场上未摆出嚟嘅，而家摆紧出嚟嘅500几尺，卖紧就1100到1200万之间。成个楼盘位于弥敦道350号，单栋物业31层楼，高铁有空中会所，集合咗商场、写字楼同埋精品住宅于一身，户型由1房去到4房嘅特色单位都有。预计嘅关键日期系2025年12月31号，即系1年半多少少嘅楼化。楼盘嘅主打优势近铁路啦，步行4分钟就到佐敦站，交通系4通8达，对中意住喺市区嘅人有一定嘅吸引力。如果用嚟收租，租值可以参考翻2021年落成嘅本木，大概55至65蚊一尺。当然市区楼嘅缺点就系比较热闹、比较嘈，而且低楼层嘅景观主要都系楼对楼，除非你愿意俾多少少买翻啲高楼层17楼打上，景观就会变得好亮丽。因为17楼之后佢嘅户型图会变咗，由细单位变成一啲大单位，到时价钱应该有所调节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到时出咗价钱再同大家讲，拜拜。